你看清楚没啊？多少钱一斤啊？320斤，68一斤。啊，这么贵啊？那换一家看看。Later。哎，不能再说哟。啊，王潘他不让我吃。这不是写着免费试吃吗，老板？早都耍两把了还吃啊？那个他吃两盘就没规定要吃几盘对吧，那个他再吃一盘没问题吧？再吃那我再吃一盘我就把这个端走了我刚才起码吃了50块吧，我给你买了吃了一次。真的假的？真的，我放后备箱了。我不信。你自己看，你现在又搞浪漫了。我不信。就一颗呀？你咋还是那么抠啊，王潘？那我还不如回去试吃。别吃了，回家。我不想回去，我要吃车厘子。给你买的。都是你买的？对啊，都是我买的。啊，你咋这么好？要弄走，赶紧回家呀，洗着吃啊，走。我现在是车厘子大户喽。